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吃酱大骨自助。然后因为到的比较迟，酱大骨已经没有了，只有这个酱牛骨。它现在50是59块钱一位，然后我们就是还点了这个烧烤，就是加了10块钱。Sometimes just wanna talk。鸭肠，哎呀，它现在还是冻住了的。这是在哪里的？这两串都有，这炸起来可好吃了。这不知道什么，也拿一点了。手撕面包、水果冻、麻花，还有雪饼。这是凉菜，他们家店凉菜好多啊。还有花甲和这个螺丝，这也是取酱料的地方。这里的饮料就是免费拿的，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要额外收费的。这边就是一些火锅丸子，还有一些蔬菜，还有泡面。这里居然还有冰淇淋的自助。先来吃个串，兰花串。好酥脆啊。一听就好吃。我感觉在吃干脆面，它那个调味的粉也很像那种干脆面的粉。这小小的白的是年糕。今天夹个酱大骨出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拍一下。这个机会好不容易固定好。哇，对不起，这一块也太大了吧 ！Oh my god。我要吃我的二郎腿，好香啊！面筋，我能一口无限的吃掉面筋，你可真厉害！那你这话就是调粉的感觉。我这块肉真的贼大，其实是好吃的。它好啃，好吃，那骨髓超好吃，超香，太肥了，这真好吃，这里还都是肉，哇，这里油润的，贼香。玉米粒还有这个小串，冷掉有点硬了。这是免费拿的老北京汽水。挺好喝的，健力宝的味道，绿豆。这是小猪皮。一块比一块大，
海鲜辣菜，哦，还有菜，嗯。因为小的时候，我妈买那个猪筒骨，然后它中间那个细细的骨髓，我妈都让我吃，吃那个好像是会长高的。所以你现在这么高吗？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。我长高的三部曲，一就是小的时候喜欢吃钙片，二就是喜欢吃筒骨，三就是初中的时候爱吃那种河里虾，就是带壳的那个虾。哇，我是一个特别爱啃骨头的人，喜欢把骨头啃得干干净净，主要都是筋头不好啃，也还行吧，对吧？嗯，往事不太回首。千张瓢粉条，是他们家的凉拌菜，让我带下去。嗯，我觉得夏天吃这个真的很爽，但今天比较冷。今天5月15号，现在我们这边温度才十几度，就路上有穿，短袖人也有穿毛衣的人，也有穿那种棉袄的人。然后那么大一块，看起来是特别有食欲的酱骨头。好烫啊！哎，还要拿点那个香草冰淇淋。嗯，好啦，我吃。